那我的话是真的今天就想搬，因为我住的那个实在是太，他那个我住的房间是一个主卧，大概就是大概就从这里到这里，然后他隔成两间，就不算共用，就是。不过还是一个人一间，是不是？我的话是唯一一个人一间的，别人都是两个人一间。就是那种上床，上下床，不是两层床。是两层床，所以只有两个人。